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，造就了我们一生的武松打虎的精神。今天我来到这里，你不相信在他参加别人的任何一班，他绝对不会说出这么的东西。我何止跟了十个老师，至少跟了有50个老师，这个学校的榜样。而且我们当时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一个月的薪水是40块钱人民币，40块人民币听得懂吗？乘以4大概就是不到200台币。我们那时候上一堂课要5块人民币，就是我学小提琴或者学歌唱需要给老师5块人民币。5块钱可以买多少？当时可以买50斤的面粉一袋，一只老母鸡大概才1块2块1块1块人民币，鸡蛋可能只有几分钱一只。我就要拿我一半的薪水，一定一个月是4个礼拜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拿20块人民币去学声乐，去学小提琴。当时也老师也不好意思收，我们就把5块钱塞到他钢琴下边那张谱，每次都敲到就塞到那里，就这样。也他也不正式收费，我每次都是那个地方就是装钱的地方，每次上完课就把他5块人民币放到那里。请问台湾这么富庶，有赚3万的，有赚5万的，你们有没有拿2万5、1万5去学才艺的？我不是笑话你们。你们还觉得啊，我已经很敬业了，你看我哪都参加，我不是笑话你们。穷就穷了，人穷志不穷，就导致我这样武装到牙齿。你说让我唱就唱，让我跳就跳，叫我拉就拉，我又紧张吧？紧张的日子都是30年前了，紧张也要拉，不紧张也要唱，慢慢慢慢就不紧张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说，一个2000个小时在空中飞的一个机师，和20个小时刚从航空学校毕业出来，你想能一样吗？一打雷都完蛋了，是不是要落机了，要坠机了？管他的，打吧就打，是不是道理？所以今天跟我学，虽然我可以说了很多语局外的话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始终都把它和声乐连着，是不是道理？我现在还练，该练声嘛，练声音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练声了啊！记着我所说的话，吸气的感觉是3种，快给我说哪3种？预备，起！闻香水。闻鲜花，打哈欠的感觉，吸气，吸到背后。唱歌是什么感觉？叹气，记得就是叹气。哎，无可奈何啊，好累好累，这么大的雨还要来学唱歌，学声乐又不当歌星干嘛？真的是过不去，叹气。从后面走，不走前面，这一步走啊，错。哎，后面走。
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，这就叫吐字如珠，是不是道理？所以千万不能说成是四方的棱形的三角形的，都是错的，要像珍珠一样。真正的好的声音就是一个珍珠落到一个玉盘上，珍珠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听得懂吗？叫这么铿锵有力，这么温馨，听得懂吗？不是一个刹车声，不是救火车的声音啊，不是这种声音，是声音要圆润，不要尖锐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开始变声啊，起立。